今天来介绍一顶超好看的单人帐，来自韩国品牌 Canvel 的科技棉单人帐。搭设帐篷简易，并不困难，总共也才三根骨架。为什么看上这顶帐篷？因为用过科技棉之后，发现它没有一般尼龙材质的闷热，确实更适合四季使用。骨架安装好后，把固定扣扣上即可。CP 值超高，目前有出军绿跟黑化黑。如果喜欢单人机车露营的人也很适合。不得不说一下，它上面透气的大天窗，晚上还能看星星看月亮哦。更让我惊艳的是，它底部跟行军床的搭配设计，有别于一般都只是用绳子固定，这款还多了四个包角，牢牢的固定行军床，就是一个床包啊。也不用担心移动位置或是躺久了帐篷跟行军床会偏移的问题，因为有四个包边套，以下就只剩两条固定带。其实这样也大大的节省了搭设的时间。帐篷内附一个小雨衣，不搭天幕又怕下雨的就可以安心入睡啦。使用方式也很简单，四个角的卡扣扣上即可。帐篷顶的支撑架也需扣上骨架，顶部一样给你一个能观星赏月的透明屋顶哦。它的绑带扣环也很好拉，有比一般用的滑顺很多。对于怕热的伙伴，我真的大推这顶帐篷。它除了顶部的观星赏月大天窗，两侧也是无敌海景大纱网。夏天多搭设一个天幕，隔绝太阳直晒，在天幕下透气又舒适，妥妥的开启一个自然醒模式。好啦，心得分享就到这边了，还不买起来？